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叫毗多罗树，当时佛成道的时候有100多丈这么高，但是在他的流变过程当中，这个经过好几次的摧残，这棵树的这个树干黄白相间，冬天和夏天不凋萎，光明鲜韧不变化，不会凋残。但是有一种情况，在佛涅槃之日，涅槃就是2月15了，哎，这棵树就有感应，这棵树就会凋零，脱落，但很快又恢复如初。所以常常在这个佛涅槃之日，这个诸国的国主他们都会带着很多的大臣信众到这里来做种种供养礼拜，再用那个香水香炉来灌溉这棵树，然后对这棵树音乐香花灯几天连续几天做供养的。那他历经创伤阿育王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阿育王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信受外道的，不信佛的。信受外道，他就会毁佛的遗迹。当时佛灭度之后，菩提树是佛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嘛。他们一般毁佛的就要毁这棵树，所以当时阿育王就派了很多兵来砍伐这棵树，甚至把这棵树的根茎枝叶一寸一寸把它截断，然后就开始烧，烧这棵树来祭天呢。但是神奇的是，这个被烧的这个烟焰还没有这个扑灭的时候，忽然火焰当中又升起了两棵树，猛火当中升起两棵树，而且枝叶繁茂，所以一般就叫灰菩提树。是阿育王是见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情形，他开始觉得自己罪过很深了。包括还有一些打仗杀了很多人，为什么以后他虔诚的信佛呀？是有这么一些奇异的经历，所以他就对佛教产生了信心，所以他就重新用那个香炉来灌溉这个菩提树还没有拔出的根，哎，这个第二天呢，这个树就长出来了。虽然破坏了，很快长得跟原来一样了。但是阿育王他有个王妃呀，妃子，也是一个信外道的，他就悄悄地派人又重新砍伐这棵树，那么以后阿育王自成这个其寝呢，这棵树又生长起来了。这是第一次被砍伐，在第二次就是在7世纪初的时候，也有一个恶王叫奢尚迦王，他也是信外道来砍伐这棵菩提树，但砍伐之后又有一个信佛的王叫满咒王据说他是阿育王的哪一世的孙子哎，用1000头牛的乳来灌溉，哎，这棵树又活过来了。到了12世纪，那是伊斯兰教，回教徒入侵印度，那这个菩提树就遭到了彻底的摧残。所以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基本上被毁掉了？当然，当时印度的本土宗教也被这些回教徒毁掉了，你只要到竹林精舍看，它这个
对佛的重要的地方，他都搞个伊斯兰的一个坟墓啊，一口棺材在那里压着啊，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所以这棵本树基本上被摧残掉了。现在这棵树是什么情况呢？是移植过来的。当年阿育王的一个女儿啊，叫申其密多，她曾经把这棵菩提树的树枝带到了西南，西南首都啊大梅加顶。以后这棵本树在印度菩提伽耶毁掉之后，再把这个西南的这个菩提树的树芽再移植过来，长出来了。所以从十二世纪到现在，实际上这棵菩提树也就是八九百年了啊。这个不是佛陀当时的成道的菩提树，但是也类似于是佛当时成道的菩提树，因为那棵是从那棵树里面分支过来，再移植过来的。